劝仁慈不杀。隋唐时代天台宗师智者大师，他的俗家名字叫智专，他的个性刚正不阿，心地慈悲善良，隋炀帝特别尊敬他的高尚情操，所以赐号智者。来哦来哦，香喷喷的烤野鸟，下岗的西伯利亚候鸟，一年只有一次机会吃到它，现杀现烤，味道鲜美，不吃可惜。哦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。来哦，北美西虾299，让你钓到爽，吃到饱。299，小个短哦。耶，钓到了，钓到了！钓虾有3块，快杀快烤快吃，实乃人生一大乐事。哎，你还真快乐呀！可怜的虾子，前一刻还无忧无虑、自由自在的，我佛慈悲，愿小虾子能得到安息，往生西方极乐净土，阿弥陀佛。最新鲜的生鱼片，看到没有？只有料理达人还有这种高级的刀法。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如来佛，请原谅他们吧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各位乡亲父老、兄弟姐妹们，救过来救过来，快来看看最新的高科技，只要轻轻的放下去，大家看到了吧？10秒钟，一只光溜溜的死鸡完成了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大师，请教您有没有什么经或咒语能让我更加青春美丽？是故空中无色。不好意思，可能是我太漂亮了，冒犯到您。我那么美若天仙，再加上高贵的皮草，连林志玲都比不上我。我最高级的浣熊皮啊，可是费了很大的劲儿，活生生扒下来的，你看多么亮丽的光泽啊！哎呦喂呀！哎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世道？哎呦喂呀！师傅，你已经睡了2天2夜了，起来吃一点药吧。我一定要发起世人乐捐爱心募款，买地凿池，规划生态区，保护森林。你们快去募款吧。各位先进大德，您的一分钱就是我们的动力，让我们为后代子孙积功德造福报。哇，这么快就满了！各位先进大德，加油，再接再厉，后代子孙就靠你们了。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募到足够款项，在浙江临海一带挖地60多所，共长400多里，开凿放生池与野生动物保护区，普劝世人戒杀放生。如果你经过河边、溪边或是钓鱼店，看到有人在钓鱼，或者是菜市场在杀生、杀鸡，那个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些众生，要发起大慈悲心，为他们持咒语，念诵准提神咒，因为你一直念准提神咒，那个地方就转业，那里的众生就不会被调去，不会被杀。或是万一
被屠杀了，可以减低痛苦，脱离恶道，不再轮回，不再堕畜生道。